萃精髓，为您悉心传授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霍氏八拳课程班，我是今天的主讲郭军。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是霍氏八拳的第四段教学内容。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教学内容和与我联系，可到功夫者的官方网站；想和更多的人进行交流，就到官方 QQ 群，获取微信公众平台和官方微博，那里有更多的知识等着你。好，下面我们就开始吧。讲了霍氏八拳的第四段教学内容，希望大家回去后能够加强练习。如果想和我联系或者看更多的教学内容，记得去我们的功夫者官方网站。如果想和更多人进行交流，就到微信公众平台或官方微博，那里有更多知识等你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。